好，我们现在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啊！好，好，我们看课本108页，第四个众32相啊，32相80种好啊，这相好庄严啊，那么。的一个业，那么到底是在哪里种的？他说欲界中啊，非色无色界啊，就三界里面在哪里种相好啊？在欲界。欲界在哪里？欲界有五道，在人道中种啊。那人道里面在四天下。啊，人道中有四大洲啊，就四天下，四天下就是我们说的啊，四大洲，东圣神洲，西牛贺洲，南占卜洲，北俱卢洲啊，这个叫四天下。那么这个四天下里面，在阎浮提啊，就在南啊，就是南的占卜洲啊，叫做阎浮提。啊，阎浮提又叫占卜啊，就南阎浮提或是南占卜啊，或者南占卜州里面种啊。那么男跟女在男子身种。那我们说过啊，这个男跟女啊，那么它有优跟劣的差别，那个是在印度的思维里面啊。那包括种姓啊，那其他的地方其实没有种姓的这种差别。那不同的地方对于男女的差别也有不一样啊。那我们说这个有关系到所谓的父系社会跟母系社会的问题啊。那佛法出于印度，那印度基本上是以父系社会为主的啊，就佛陀那个时代，所以他是男子身中啊，不是女人身啊。那因为女人从佛法里面来讲啊，不能成为转轮王，不能成为法王，不能成为魔王啊！佛出世的时候种啊，就是在什么时候种下这种善业啊，就造这种善业啊。种就是他造作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佛出世的时候啊，那么不是在佛不出世的时候啊。那么因缘就是因佛身种，缘于不得种。因为佛有32相啊，所以缘佛身众啊，那么其他的身啊，那就是你见了其他的啊，那没有办法众。好，那所以啊，佛也是在这个南阎浮提啊，欲界人道的南阎浮提中，以男子身啊，所以他是依这个角度来说的。好。那么身口意三业啊，32项业，业从造业的触手来说啊，那有这一些。那从身口意来讲啊，就造业的根本来讲，有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。所造的业当然啊，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啊。那这个造业的根本来讲，那身口意是身业、口业还是意业？他这里讲啊，是意业啊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意业为主导，意业比较利啊，利就是它的影响比较深啊，它是主导啊，所以意业为主啊。就我们一般来讲，比如说布施看起来是身业、口业啊，也有啊，劝人家布施，自己布施，但最重要是那个布施的心啊，你有利益人的心。啊，你有没有吝啬的心啊？你有没有杂染心？它决定那个布施的业啊，所以基本上这里也是以意业为主，意业利
啊，利，利就是最主要啊，最根本、最重要啊。那么缘故，好，那么他再说啊，意业有六识啊，我们讲的意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啊。那么有六识，是三十二相业，视为意四种，视为五四种。像这样的分别说明，基本上阿毗达摩通常都是这样啊，就是一个一个分别说明啊。然后意业有六识啊，那么前五识跟意识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啊。那前五识是眼耳鼻舌身啊，还有意啊，就是前五识跟意识。好，那佛法里面基本上讲的多了，叫做心意识啊。那如果单单就事来讲啊，单单就事来讲，那有所谓的六事，六事里面其实就分两个，一个叫做意事，一个叫做前五事。好，他说那是意事啊，那并不是五事啊，就眼耳鼻舌身。为什么他这里说到五事不能分别？五事为什么不能分别呢？事不就是分别吗？啊，它是分别，但是他说这个其实真正的分别是意识在分别。五识啊，它底下有注解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啊，这个他说这个六识里面只有意识具有两种特别的分别之功能，嫉妒及随念，其余五识并没有啊。那么他说，换言之，眼是只认识轻，但不知道这是轻，意识能够如此啊。就简单来说，我们说我们的分别就是事啊，事是分别，但这种分别有三种分别，叫做随念分别、嫉妒分别跟自信分别啊。通常是这样，随念、嫉妒啊，跟自信。分别啊，是事，随念嫉妒啊，随念分别，嫉妒分别跟自信分别。那么自信分别就是五事，五事眼耳鼻舌身意识啊，这个是意识啊。啊，意识有三种分别了啊，它这个五识里面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两个分别啊，五识只有自性分别，自性分别就是它，我们叫做限量啊，就是它只看到这个啊。那么你要知道啊，比如说你要看到啊，这个是桌子，这个是红色的桌子，这个布是红色的，那么我们这个是透过啊，那随念跟嫉妒啊，那。这个我们才知道的，为什么？你之前学过这个叫做红色，你之前学过这个叫做红色，所以你看到这个颜色，你马上透过啊，当你自性分别的时候，看到这个颜色，看到这个颜色，你学习了，你学习过这个叫做红色，啊，像那个叫做黄色，啊，那你知道了之后，你透过随念，随念就是什么？随着你自信所见的，那么意想追忆啊，你之前学过这个叫做红色啊，那你嫉妒分别是你判断啊，嫉妒就是你判断这个，那么推理啊，那么了解到啊，那还有透过你之前所学习的，你意想追忆，判断推理是嫉妒，判断推理是嫉妒。好，那么这个意想追忆，这个是随念啊，随就是意想追忆，这个是随念。那么说明啊，这个是红色啊，这个是桌子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五识只有啊，见到这个就是这个啊，他这里说的见到青色啊，他知道是青色，但我们概念里面那个青色，那是透过随念跟嫉妒，他才知道的。那这个在哪里也有讲过呢？三十四页我们看一下啊，他这里有另外一个三十四页，我们看到三十四页注解216里面啊，他这里也之前也说过啊，稍微有说过
那这个里面注解三十四里面啊，他说这个前五识具有自性分别啊，没有随念分别，没有嫉妒分别啊。那这里举另外一个例子啊，如果有一只脚的马，有人会说它是一匹没有脚的马啊。那引唯识的啊，这其实就是俱舍论里面也有啊，唯识里面有说到啊，五识有寻识，后三三与五啊，这里讲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啊。好，我们翻回来啊，大概我们知道，就是分别里面有所谓的随念分别、嫉妒分别跟自性分别。那通常来讲啊，就是前五识。前五识只有自性分别啊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说到这个一样啊，就注解啊，就108页的这个第45的注解啊，跟我们讲34页的216的注解啊，那这可以对照来看啊，前面也有说到。啊，那他是因为啊，这个六根里面啊，前面啊，随耳识、人生意识啊，产生种种分别啊，就有所谓的这种啊，我们说三种分别啊，嫉妒分别、随念分别跟自性分别。好，那他说到啊，因为五识不能分别，所以是意识种在意识里面种下这种32相的业啊。那么那32相里面哪一个相最先种？那如果我们不看这个答案的话啊，我们想32相哪一个相先种啊，应该是没有哪一个相先种的问题啊，就是说你依着什么因缘，那么就直接种什么相啊。那32相还有照次第的吗啊？那么应该是不一定啊。但是他这里有说到啊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有，一种就是没有。那第一个、第二个是有啊，有是啊，32相里面第一项是脚先种，足安立相先种啊，先安立，然后能证种种一项啊。那有人说眼干清眼先种啊，那么先有这个眼相啊，大慈观众生啊，慈悲相啊，应该是第三个比较合理了。慈良语虽有是语啊，这个应该是龙树做评判的啊，这前面应该是有人说，就是有人这么说。那慈良语虽有是语应该是龙树做的结论啊。那我们知道大智度论里面哦，龙树会引用啊，它叫做佛教的百科全书嘛啊，就是佛他会引用种种的说法，但有些他会做评论，就做结论，有些没有，有些他只是引用说法而已。那像这个这里他就有稍微做结论，他说慈良语虽有是语，虽然有人这么说啊，但不一定是这样，不必而啊。因为其实我们说，我们先不看答案的话，我们想哪有什么先种的啊。那么所以他这里讲若相因缘而合啊，就是他遇到了什么因缘啊，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就做些什么啊，那你所以你不一定啊。你说那我布施的时候，我是先布施男众还是先布施女众啊？这不一定布施男众女众，没有先布施什么的问题。你遇见一个男的需要救济，你不就先布施他？你遇见一个女的先布济，你不就救济他啊？你在东胜神州布施还是在西牛贺州布施啊？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正在东胜神州看见一个男的，那么你就布施他啊。这种就是因缘和合的时候，那么就是种善业的时候，这个是很合理的嘛。但是我们，所以我们看这个，他们大部分都要找一个答案，所以有时候就会啊，有很多的从问题里面会设下很多答案啊。那前面两个就是啊，有一个先种的32相，什么时候什么先修什么啊，类似像这样。好，那他说因缘而合时啊，便是初种啊，就是造业的因缘而合的时候了，那你就去造那个业。基本上是这样，何必安立足为初啊？就是不需要去安立啊，足或是干清眼啊，或是什么啊？根本这个就，如果真的安立了，那也没有意义啊啊！何况也不一定是32相啊，就随着那个地方的因缘，以几相为殊胜，那么就有几相啊。其实是这样的啦，就是说他修了很多福报，那么这些福报，
随着他所出生的地方以这个为尊贵，以这个为殊胜，那么他就会现出那种尊贵跟殊胜啊。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你不会说你在印度造了32像，那中国有，比如说中国是25像或24像，假设我们只是举例啦，然后它就变成24像，然后美国需要42像，那么它就少了它就少了10像，也没有。如果你在印度造32像业的因缘，圆满殊胜的因缘啊，就福慧殊胜的因缘，那么你到了美国需要42像，那么它就会现，它就会出生的时候就会有42像。啊，那举个例来讲，假设现在释迦牟尼佛啊是出生在非洲的话，那非洲他是黑皮肤的，他不可能说那么他身体皮肤白皙啊，那么在非洲白皙的皮肤就容易受伤啊，你太阳一晒，你等一下就受伤了，你不可能出现白皙的皮肤，你一定要出现那个越黑越粗，而且不容易晒伤的皮肤，那个是最殊胜的。啊，所以他就会出现黑皮肤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他随着他所出生的地方，以什么样为殊胜，他就会出生出那种殊胜的相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，啊，这个比较合理啊，啊，好，那现在再来说啊，所以后面有一个龙树啊，他做结论的啊，何必安立啊，什么相是出？啊，不需要。相因缘而合时，就是造业的时候啊。因缘而合时，就是造业的时候，就是种相的时候。种就是造下的啊，就是我们是种下树啊，那造下善业，那就是种下善业啊。好，那一失种还是多失种？那么，因为他说是这个心思在种的嘛啊，思就是造作。为什么叫做思呢？因为心里面主要有那个思，所以思一业嘛，啊，那思那才会造作，思后才会造作，思有所谓省力决定动发，啊，省力决定动发，那动发基本上就是动发身口，动发身口去造业，那么这个叫做思啊。那思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思之后有受有想，受想思啊，这个是俱生的啊。那么有时候受之后想，想之后思，有时候受想思是一起的，有时候受之后思，思之后想。啊，还不一定，经典里面说的不太一定，但是基本上就是它同时存在啊。那么这个是哪里来的啊？触俱生受想思，那所以说这个是同时有的，触受想思啊。那有些说再加上一个作意，触作意受想思。那《阿含经》里面它基本上就是触后受想思，那这个也是同时的俱生，所以触俱生受想思是同时有啊，受想思，触受想思。那处是怎么来的？处就是跟尘世合合来的，啊，跟尘世，啊，世就是这里的世，啊，这跟尘世合合，啊，那么生处受想思，那思之后，省力决定动发，就动发生口，就造业，就造作，那造作就是种。种下这个业啊，或者种下这个什么，所以他说思，那三十二相的业，那么就是在思，但呢在一一思造的，还是怎么啊？在讲这个啊，好，所以他说是32思种32相，一一思种一一相啊，那么一一相百福德庄严啊，所以。百福众一相啊，基本上这里的百福德传就百福众一相，那么百福众一相，所以32相乘以100要有3200福。那百基本上百是一种圆满的意思，多啊圆满。
那非常多那个是八万，很多是五百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阿含经里面常常看到五百，五百是很多的意思。那么非常非常多啊，那个是八万或是八万四千啊，通常是这么说啊。那这里百福德庄严啊，那么就是福德非常的多啊，那也叫做，其实百也是圆满的意思啊。好，所以啊，那么总共啊要修百福啊，百福德庄严啊，它是在最后一百节的时候。最后一百节修百福庄严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他说那一福德大概是多少啊？就是说那要修百福啊，三十二相都要修百福，总共要修三千两百。那我们先说到这个三十二相是一个概论概念呢，一百也是一个概念啊，基本上就是。三十二相是当时人认为圆满相好的一个啊，就三十二个部分啊。那我们说《大智度》里面其实也有说到啊，这不一定啊。这龙树其实也有讲啊，不知道在第几卷啊，要看才知道啊。那么如果有人啊以这个二十相为圆满，那就二十相；以三十一相为圆满，就三十一相；以四十相为圆满，那就四十相啊，是不一定的。那但是从印度来讲啊，他说的是三十二相，那百福，那修多少，修到怎么样叫做一福德？那要修一百福德，那问得很详细啊，那这里举了七个说法啊，所以大智论为什么叫做百科全书啊？都是有人言，有人言，有人言，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。所以我们早上说，我们说这个，我们听到很多种不同的说法，我们也只要大概知道啊，有人这么说，说佛教有这么说，有这么说，有这么说，有的部派这么说，有的部派那样说，那我们不要去追究，那到底什么才是对的？没有，不用去追究这个啊。你像这里啊，像这里，他举了七种说法，但是他也没有说哪一种才是对啊，没有。他是告诉你有这么几种说法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说一福德大概你就怎么去称，怎么去量啊？没有，那大概的说法而已啊。我们来讲，那修什么样的福德才能够是三十二相好的福德啊？你说我布施给乞丐啊，那这样算是一福德吗？啊，那他说不是啊，这个三十二相的福德啊，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分量的啊。比如说，他说你修的福报可以升转轮圣王啊。那么转轮圣王在四天下受福了啊，因为他统领四大洲嘛。四天下，这个四天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胜神州、西牛二州啊，就前面三十二相触手的时候。啊，那有时候四天下啊，比如说四大天王也是四天下的主四主啊，那么基本上他各管四大洲的啊，也是一样啊。那所以四天下受福了，因为他统领四天下，就统领这个世界啦啊，那德自在啊，就统领他做国王嘛。那像《阿含经》里面就讲啊，这个直多长者。那如果他发愿要做转轮圣王，他来生就可以马上统领这个世界，啊，智多长者，啊，在杂含里面写的，啊，就他要往生的时候生病，啊，跟维摩诘长者一样，啊，生病了，啊，然后很多天人、很多长者去看他，那么有天人就跟他讲，啊，你可以发愿做转轮圣王，你决定可以做转轮圣王，依你的福报、你的才能。啊，你只要发愿要做转轮圣王，你下一生就来就受转轮圣王了。啊，直多长者说：“我做转轮圣王做什么？”啊，他也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说他不做。啊啊，因为他证三果到五不还天去。啊，无烦无乐善见善现色究竟啊，到五不还天，而且不受胞胎生啊，就是他得的是到五不还天得的，他受的是法性所生身。啊，他不是父母所生身，啊，他是法性所生身，啊，法性生身，啊，那所以他
在五不还天就正涅槃了啊。所以他说我做转轮兽还做什么？我才不需要做转轮兽，那个也是无常苦空无我啊啊。所以他说这个你的福报要大到可以做转轮圣王，这个叫做一福德。那你必须有，比如说啊，他假设了啊，假设说这个执多长者啊，那么福报大到可以做转轮圣王，但是他不做啊，他行菩萨道啊，他累积了一百，就是转轮圣王的100倍啊，就是可以做转轮圣王100次啊啊的福报，那么他就累积了一个相好，是一个相好而有啊，一个相好。好，那不同的相好是不同的业哦啊，它其实不离开身口意的业了，眷属的业啊，类似像这个。第二个啊，做四体还原提高了啊，做不是做转轮圣王的业，要做什么高丽天王的业啊？四天王还不行啊，还高丽天的啊。那么于二天中得自在啊，那么四名一福德。那么这个二天中得自在啊，基本上啊，这四体还因在它是第二天嘛啊，第二天其实就是在四王天跟高丽天，它是做国王啊，就是你的福报必须，就是你的福报足以做高丽天主啊，得自在就是做国王哦，国王才得自在哦。如果你升到高丽天，那个不是哦，那个福报还不足哦啊。如果你只能升到高丽天，那个福报还不足以做什么？做国王哦。像品婆娑罗王，品婆娑罗王护持佛陀啊，而且供了那么多阿罗汉，他后来去做什么？四王天，他只做四王天而已哦。四王天的太子啊，以后会做国王啊。那么所以。品婆娑罗王做这么大，修这么大的福报啊！你看他舍卫王舍城啊，然后护持佛陀啊，然后度化那么多的，就是供养那么多的阿罗汉，然后但是他也只做四王天的天王啊，就是他做太子，毗沙门天王的太子嘛。毗沙门天王的太子后来假设他继承国王啊。那么他也是四王天的天王而已，就是说他是四大天王其中的一个，未来会做四大天王其中的一个。那么这样也还不足，因为他必须要做倒立天王，还不足以福报。像品婆娑罗王修这样的福报，都还不足以做倒立天主哦啊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了啊。他说做倒立天王得自在，就是做国王啊。啊，所以前面那个得自在就是做国王才自在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一福德，啊，所以你看你修到像品婆娑罗王这样供养那么多的阿罗汉，而且他也证果，他福报都还不足以，福报都还不足以32相业的一福报一福德，何况他还要百福德呢？那你看那个难度有一点高了，啊，不过啊，你只要想到。他是三大阿僧祇劫要成佛了，要成佛之前最后百劫修相好，这种说法我们说过，这种说法是部派的说法啊，大圣就不一定这么说啊，大圣基本上是无量劫的，所以啊，他这个才是一福啊，所以其实难度啊，就是说他的成分啊，就是说他福报的这种是要很大的很大的福报才有啊，那么第三个更高了。就越来越高啊，就是越来越难了啊，所以他化自在天王，他化自在是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的第六天，欲界主了啊，那么这个那四体荒阴还是地居天，地居天在上面啊，就啊空居天了啊。那么第七天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而已嘛，四王天跟高丽天而已嘛，啊，那么就是依须弥山而住的嘛，啊，那再上去夜摩天岭上就依空而住了。那么第一讲是转轮圣王啊，是在人间的做人，转轮圣王是人。第二讲做天王啊，是高丽天王。第三讲
啊，这异界的主啊，是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王是说魔王啊，那么他是欲界最高的啊，你说欲界中得自在啊，欲界中的王，所以叫欲界主嘛啊，那么欲界中最高的是他啊，那再上去就是色无色界天了 啊。第四说啊，除补处菩萨于一切众生所得福报，那就太多了啊。那补处菩萨的福报不算啊，其他一切众生所得的福报加起来啊，那么是一福啊，那更多，那就是其实就是你要利益一切众生所得的福报了。好，那么第五说天地洁净啊，意思就是说成住坏空，一个世界成住坏空啊，因为这个有时间，比如说前面是一切众生所共同修的福报啊，那你可以说你累积你修那么多福报了，比如说这个世界，假设这个世界啊，现在有这个世界有75亿的人吧啊，大概是这样啊，现在有没有再增加不讲，应该减少了啊，战争瘟疫也死了很多人，假设有75亿的人，那么就是你要有75亿的福报，每一个人修一个福报来说了啊，那么比如说这个福报我们把它量化好了，一个人修一斤的福报啊，那么75亿的人有75亿斤的福报啊，那么加起来啊，那么这样是一个福报，一个32相业的福报啊。那他那么修多久呢？修多少呢？修多久呢？啊，就是这个人修福报，修什么？修到天地洁净。天地洁净，天地就是世界了，洁净就是成住，世界开始成，到世界开始坏，坏到完了没有了啊。那么空啊，那天地洁净啊，就是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。那么久的时间，那么多的福报，修那么多的一切众生共同所感的福报啊，那么不同的共业所感的这些总所有的福报了啊，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福报嘛啊，那么这一些加起来，那么3000大千世界暴力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世界要成的时候，你一直依福报而受生的啊，那么世间的人是依福报来分的。那么圣者当然也有福报，不过圣者是依智慧来分高低优劣，就是圣者一切贤圣皆无为法而有差别啊，就是正德断了身见的这个智慧的差别。那凡夫是依福报来分的，那福报分三界啊，那么有定福，修定有定这个福报，生色无色界，善福散心的福报，定心的福报啊，那么修欲得欲界，那么散心福报里面又分啊，又分那么天上的啊十善业，人间的啊比较少，天上的十善业成分比较高啊，比如说80%，人间可能是40%-30%，但是基本上持五戒，不造恶业，不造忤逆，不造五恶业，那么多少修善啊，就无量寿经说的多少修善啊，那这个天上的人啊，基本上不是多少修善了 啊，都不造恶。不造恶，但多少修善，啊，那天上的人是不造恶，不造恶，大修功德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他说，这个一切众生共福德故，3000大千世界暴力，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众生共业所感，啊，那么同样这些人有这样些善业，啊，他就共业所感出现那样的世间，比如说天上那个宫殿是谁盖的？没有人盖的，共业所感所形成的。那么世间这一些，比如说人也是这样，那个稻米一熟两熟啊，自然成长的。早期人来这个世间的时候，就是早期人类的福报所形成的世间是什么啊？那个稻米自然耕米啊，自然生成的，到处都有的吃的啊，吃的很好。那后来慢慢人的烦恼重了，杀盗淫妄多了，那个福报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，啊，那开始啊，有灾难，然后那个有些地方不容易成熟了，啊，然后开始就有变化了。那像天上啊，不同的天有不同的福报，
啊，它是共业所感自然而有的。那轨道的众生也是一样啊，那么各地的众生都有各有的福报不一样啊，所以他这里说一切众生共福得过三千大千世界报力，就是足以啊足以形成这些一切众生共同受用的福报。那么这个福报啊，那么这大千世界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了。一个大千世界，我们如果稍微来看，一个世界是一个银河，一个世界是一个太阳系，一个世界是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嘛，一个太阳系嘛，啊，那一个大千世界大概是一个银河系，啊，那银河系其实在这个世界中也不过就是一粒沙，银河系有大概有，一般来讲有2000亿到4000亿颗太阳，哈，啊，就是大概有。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非常多，但是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不过是一粒沙而已啊！真的，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天文的，看来就会觉得啊，这个实在是佛陀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大概就知道这些事了啊。就是说，在印度2000多年前啊，那一些有禅定的人大概也都知道啊。那你看这个，他说一个大千世界的果报啊的这样的一个福报，它才叫做一福。啊，那越讲越多啊，就我们觉得哇这么难，啊，那你要知道这菩萨哦累积啊，单单这里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个福报累积起来就很多了啊，你每天都吃，你知道每天都吃一点啊，你累积一生所吃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超过一座山，你每天吃的啊以及每天拉的啊，那一定超过一座山啊！为什么啊？那么长远的，每天吃三餐啊，每天吃一斤啊，那每天每餐都吃一斤啊，那一天吃三餐有三斤啊，那你看你一年就365斤乘以三啊，1000斤啊，那10年就10000斤啊，那100年啊，那你看多少？那你看那些堆起来就有多高啊？一样，所以佛陀这累积起来就很恐怖。啊，所以佛陀说，我们累积起来的眼泪，比四大海的海水还多。累积起来的骨头，就死后烧成的骨头，累积起来，啊，比须弥山还高。讲的就是这样。那造的业也是一样。那菩萨三大真经也修的，那当然是很多了。好，那么所以他讲啊，这个一切众生共福德的三千大千世界报力。就是因为共业所感的福报啊，成立一个世界啊，形成支持这个世界的啊，那么那有成住坏空嘛，那么这样啊，这样是一个福报，天地洁净啊，洁净世界会成立啊，那世界有成住坏空，空之后怎么样的世界成立啊，必须要有共业所感的世界啊。好，那么它也有可能是，就是说我们说要有这么大的福报了啊，那么这么长远的时间才能修这么大的福报。好，那么富有人言啊，是福不可量，不可以譬喻之啊。第六说就更高了啊，就是这些都可量啊，就是可以说有多少。那么三十二相业的福报是不可说的啊，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譬喻啊，这些都可以知道啊，天地洁净，一切众生共福德啊，这个都可以譬喻之。三千大千一切众生皆盲无目啊，他现在啊，现在用一个譬喻来让你知道啊，就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没有眼睛，都瞎掉的啊，有一个人能够让啊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治好。啊，就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啊，比如说有75亿的人，都是瞎掉的啊。当然，能够治疗眼睛的那个人没有瞎掉了呵呵啊。然后他来帮这些人治疗，把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治好了，这个是一个福报。你说这个很难吗？其实讲很难，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想。比如说盲无目，就是他没有证件，但是你来传导证件，传导到所有的人都有证件啊，那就是一个福报了。那就不难了，因为它会辗转相传嘛，啊，那并不是你一个人一个人去治，不是你治他，他治他啊，这样所有的人后来都知道啊，都有证件，
啊一样。那么这一切人可以有正见，或是这一个人他有眼睛会好，是因为你的缘故啊。所以一切人皆被毒药，一人人自令差啊。那一人一切人因死，一人人啊这个救之令脱啊，就是能够救他了啊，然后让他不死。一切人破戒破正见，一个人能够让他得境界得正见，那么这个是一福啊。其实菩萨为什么要度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啊。那么你要利你，其实你有利益一切众生的心，那么你实际上是行利益一切众利益一切众生的事。你有这个心，有这个愿，那么你去行这个事，那么基本上他就种三十二相业的因缘了啊。如果从这样来看，好，他说那菩萨要修多长的时间能够种三十二相业？好，那他这里讲集持百劫啊，翻到110页了。他说到底要修多久？这样修要修多久啊？那最慢修百劫，最快修91劫。那这个91劫怎么来的啊？其实就是传说来的啊，因为释迦佛超越9劫。超越9劫成佛啊，所以变成最快91劫啊，其实是这样的啊。所以释迦佛是以精进跟忍辱著名的啊，像阿处佛是以犯恨啊跟无嗔恨著名啊，就阿处佛，东方阿处佛，他是以无嗔恨不害啊，以及他完全没有嗔恨，以及他修犯恨啊，那么著名啊。那所有的佛都有成佛之前有娶太太，他没有啊。那这个阿处佛啊，以无恨无嗔恨无嗔，阿处佛不动，不动是无嗔，以无嗔跟犯恨啊，生生世世犯恨啊，那么比较著名。那弥勒佛啊，就是未来的现在的弥勒菩萨，未来的弥勒佛，弥勒佛是以慈心跟不吃肉啊，出发心就不食众生肉。其他的佛还有啊，比如说释迦佛啊，托钵的他也有啊，也有食众生肉啊。那但是弥勒佛从出发心哦，还没成佛以前，出发心就不食众生肉啊，慈心慈于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两个特点成佛。那释迦佛是以忍辱跟精进成佛，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两个，但以这个两个为这个跟其他的佛不一样啊，所以每尊佛都有他比较殊胜啊，就是说圆满后来都圆满啊，但是他比较跟其他的佛不一样的地方。那释迦佛比较有名的就是忍辱跟精进啊，这两个是有名，所以他忍辱精进特别适合在娑婆世界啊，娑婆世界不忍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啊，不精进你也没办法啊，逆水行舟啊。那么所以他很适合在这个娑婆世界度众，所以所有的佛都基本上啊，这1万2万大劫起跳，就是2万岁了，不是2万大劫，2万岁，人寿2万岁的时候来度众生啊。最低的迦摄佛也是2万岁，释迦佛100岁，人寿100岁的时候来度众生，你看差那么多啊！人寿100岁的众生，其实就是刚强难调难扶了啊！其他都是2万岁、3万岁、4万岁、5万岁、6万岁、7万岁、8万岁啊！像弥勒佛是8万岁啊，或是84000岁最高的时候啊，那么来度众生的啊，所以这个精进跟忍辱是有名的。那精进啊，忍辱就是忍辱仙人里面说的。那精进我们来看，他说这个32相好啊，最慢百劫啊就会圆满，最快91劫。那一般都是百劫修相好，这个是部派里面说的啊，百劫修相好。那释迦佛因为比较精进，超越9劫啊，少了9劫了啊，那么半啊，所以91大劫行半啊，32相啊，就是修圆满啊，这个32相好，如经中言啊，
那么这个经啊，我们看里面啊，它注解啊，本行集经里面有讲啊，传集百缘经里面有啊，大毗婆沙里面也有，佛地经里面也有啊，俱舍论、顺证理论都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可是版本还是不一样啊，所以下面注解54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啊。那么这个，因为大毗婆沙呢引用这个啊，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啊，它里面有很多版本啊，所以我们稍微先看一下注解54的注解，110页54的注解啊，它有不同的版本啊。不过啊，大同小异了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但是不同的版本啊，但是主要是因为七天念重复一句赞叹菩萨佛，那么七是印度的一个圆满的数字啊，七是一个圆满的数字，那么一个七，所以通常都是一个七、两个七、三个七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它是一个圆满啊。那么西方人他也说，这个世界，这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也是第七天。其实他创造了六天，第七天是休息天，所以我们叫做第七天休息，所以是要礼拜，礼拜神的日子，所以我们那一天叫做礼拜日。礼拜日只有一天，其他的是第一天、第二天，星期一到星期六，啊，那你不能说，如果照理来讲，啊，只有那一天，六天之后的那一天叫做礼拜的日子，叫做礼拜日。啊，那我们后来变成讲习惯了啊，就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啊，变成七天多礼拜了啊啊，礼拜一到礼拜天啊，其实不是，只有礼拜天，就是那一天是礼拜日，礼拜的日子，那其他的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，那我们仿照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，从第一天到第六天都工作，那第七天就休息啊，做礼拜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啊，不过现在好了，现在都周休日啊，比上帝多休息一天了，那有些休息的更多啊。好，那这个是七啊，我们在讲七这个数字啊，那七基本上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啊，所以通常都从这个七啊，那七七49天啊，那佛陀修道啊也是啊，第一个七在这里，第二个七那一个树下，第三个七在那一个树下啊，类似像这样好。那他这里说到啊，那么七天以一个偈赞叹菩萨佛啊，所以啊，那么比弥勒菩萨早成佛啊，弥勒菩萨比释迦菩萨早发心，但是释迦佛因为精进，比弥勒菩萨早成佛啊。不过这个是部派的传说啊，但是这个龙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啊。后面会有说到啊，龙树其实并不赞同这种说法，但是他现在是举例啊，举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好，那个偈就是我们的赞佛偈了啊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世间十方世界亦无比啊，世间所有我尽见啊，无一切无有如佛者啊，那说无有能及如佛者啊。那么我们说，大概龙树基本上不赞同这种说法啊，所以他说在下文啊，下文就是在127页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127页，他反对这种说法，提出反驳啊，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啊，你看他在这里啊，他127页里面啊，他有提到，因为他就是凭这里，我们先要说清楚，这里只是在说明大部派里面的说法，他127页这里就是在评判啊，评判你这种说法其实没有道理啊，这里都在说啊，这比如说一师中一种啊啊，那么这个超越七劫啊啊，那这样的观念啊，那这个要讲到那里了再来说啊，不过我们知道有这种说法，现在只是先说部派的说法而已啊，那这个是在注解这里啊，那它是在127页啊，那龙树啊，也就是并不赞同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先下课啊，那再继续讲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他说如经中言啊，那我们说底下注解，这个其实很多部经都有提到这件事。过去久远有佛名福沙啊，就福沙佛。福沙佛的时候有两个菩萨，一个叫做释迦牟尼，一个叫做弥勒啊，就释迦佛跟弥勒佛都是福沙佛时代的菩萨。这个时候福沙佛欲观释迦牟尼佛菩萨心纯熟位啊，就是他的心啊有没有成熟了啊，那么既观见之，知其心未纯熟啊，就是释迦佛的心还没有成熟，但是弟子的心都成熟啊，纯熟啊。那么弥勒菩萨他的心已经成熟啊，纯熟，而弟子未成熟啊。事实福沙佛如是思维啊，就福沙佛这样想，自己要成就比较快，那么要让弟子都成就，这个比较不容易啊。所以众人之心难可及之。啊，意思就是说，释迦佛看起来比这个释迦菩萨看起来比弥勒菩萨啊，那么还不成熟。但是因为释迦佛啊，他的弟子都已经成熟啊，就是说他其实他的心力都用在他弟子身上啊，那所以弥勒菩萨啊，这个。比较多的心啊，是在成熟自己啊。那这个只是这里说的啦，当然我们说大智度论，龙树菩萨并不赞同他这里所说的这一些啊。那后面会另外啊来说论这些东西。好，他说如是思维尽，福沙佛欲使释迦佛菩萨即得成佛啊，上雪山上于宝窟中入火定。啊，那这看起来好像这个佛有分别心啊。照理讲，这样看起来，如果我们仔细来看，哎，这个佛有分别心了 啊。那为什么他要让释迦佛即得成佛，不让弥勒菩萨即得成佛？他要让释迦菩萨即得成佛啊？那其实佛是这样的，佛是谁善根成熟，谁就让谁啊，那先就是去成熟他，就让他得度了啊。善根成熟的都让他得度。啊，没有成熟的让他成熟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子，啊，上雪山上啊，于宝窟中入火定。那通常啊，在印度的传统里面，修行人都是在雪山的，啊，的喜马拉雅山啊，因为比如说尼泊尔那边就是靠近喜马拉雅山嘛，那很多的修行人都上喜马拉雅山，啊，现在还是一样啊，上面也是还有很多修行人，就有一点像中国的话，基本上很多的修行人，啊。都到终南山啊一样啊，但是也不一定要终南山，那其他的山也有了啊，但是大部分会以终南山为主啊，代表一个修行的一个集中处啊。那么宝窟中入火定啊，那通常在山上非常冷啊，那么他们都有练啊那个所谓着火定啊，火定啊。那现在喜马拉雅山上也有很多人啊，这个影片里面也都有啊，他们都不会冷，穿着一件薄薄的衣服啊，他们很多人都很多上山的人爬山的人都穿到很厚的衣服，他很冷啊，他不会啊，但薄薄的衣服啊，但是他不会冷啊，那一般都有修火殿啊。那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做外道仙人上山采药啊，那个时候就是有两个啊，其实是释迦佛跟弥勒菩萨啊，就两个是这里从这里来讲，他们两个都是菩萨了啊。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外道仙人啊，那上山采药，见福沙佛坐宝窟中入火殿放光明啊，见你心欢喜信见，翘一脚立啊，因为苦行外道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夫啊，那站一只脚，举一只手啊，插手向佛一心而观。目未成眩，眩就是转动啊，那么其实就是不成眨眼了 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功夫，如果是你有特别修外道的，他也有可能。你看他一只手不能，一只手没有动过，一只脚没有动过啊，这他们常常练这种啊。七日七夜以一计战佛，
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彼，世界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啊，就以这个记，七天七夜就念这个记赞佛啊。可是那个时候他这个是外道仙人，那外道仙人基本上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像菩萨佛出现啊，那么他知道世间有佛，或是因为佛是一个觉悟者的概念啊，那也不一定叫做佛，有时候叫仙人啊，有时候叫耆那胜利者啊，那么很多种说法啊，觉者佛陀是觉者的意思啊，那所以赞叹这个啊，赞叹这个人啊，那七日七夜地观世尊啊，就观啊这个佛啊，那么目未曾眩啊，不曾动过，不曾眨眼过了啊，就都是非常的专注的意思啊啊，超越九劫，应该要一百劫啊。那超越九劫啊，九十一劫中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就成佛了啊。好，那这个是传说啊，这个只是传说。当然，我们说龙树菩萨不认同这样的传说啊。他说他后面有说嘛啊，他说其实弥勒菩萨也赞叹佛啊，只是你没有看到啊。这后面有说嘛，阿波陀那经不说啊，就譬喻了啊，本行啊，这十分教里面的一个啊，就是说只是经典里面没有记载而已啊，但并不是就没有啊。那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没有记载，但是有留下东西来啊，也有啊。那么这个你并不是说没有啊，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实物，我们就说啊没有啊。但是其实那个东西有记载，但是所有的历史书都没有记载，或是有记载的历史书不见了啊，所以你也不知道。啊，那传说也是这样的。好，他就问：如果释迦牟尼佛、释迦牟尼菩萨聪明多事，能做种种好计，何以七日七夜一计赞佛？啊，这个部派里面啊，就会就种种的这个道理去做论议啊。那么假设这个菩萨那么聪明，那他应该要做很多计赞佛，为什么就做一个计？那么七天七夜念这个计？他应该要做很多记赞佛啊！啊，释迦菩萨贵其心思，不贵多言。重点在他那个心啊，不是造越多的记就越好啊。若更以一记赞佛，心或善乱，是故七日七夜一记赞佛啊。这个是对这个的说明啊，就部派里面的说明。我们说这个都是部派的说明。好，那么。释迦牟尼菩萨何以心未纯熟而弟子纯熟？弥勒菩萨自心纯熟而弟子未纯熟。释迦菩萨饶益众生的心比较多啊，多为众生啊，少为自身。弥勒菩萨多为自身，少为众生啊。当然，这个只是他们的说法而已。好，啊，这个是就这个啊，就这个百劫修相好这件事来说，部派里面的菩萨。好，那再看第三部分啊，六波罗蜜啊，他说从毗婆尸佛到迦摄佛啊，毗婆尸啊，毗婆尸是第一尊佛啊，那么迦摄佛是第六尊啊，就是释迦佛的前一尊，那么与其中间有九十一大劫啊，迦摄佛之后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啊，那么大圣比较常说的就是在燃灯佛的时候发心啊，那。也有说到啊，像有部录里面就说释迦佛是在迦摄佛的时代发行的啊，那也有这样说的。好，那这中间啊有九十一大劫啊，那众三十二相业因缘集尽啊，集就是积集啊，就是把三十二相的因缘啊都收集完成了，都行都做成了啊，那么圆满了啊，其实就是啊已经三十二相业的因缘啊，都圆满修成了。六波罗蜜们啊，那么哪六波罗蜜呢？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就六波罗蜜。那《般若经》的说法啊，都是檀、斯罗啊、忏体、毗梨耶啊，那么禅啊、般若啊，这种六种。好，那一个一个讲啊，他六波罗蜜嘛，一个一个讲啊。怎么修啊？那六波罗蜜会满，檀波罗蜜云何满？
啊，那布施波罗蜜怎么样的满？啊，那一切能施，啊，那无所遮碍，乃至以身施时，心无所喜。这个一切啊，那么基本上是所施的东西啊，从身外之物到身心性命都能施啊，其实是这样，心无所喜啊，没有任何的吝惜啊。那么当然啊，如果我们不是说所施物啊，所施的对象也一样啊，能够施于一切啊。但是这里主要是啊，你所施的啊，所以说无所遮碍啊，没有障碍啊，没有什么事你不能舍的啊，乃至于舍身舍命啊，那也没有任何吝惜。他说，譬如啊，举个例子啊，施毗王以身施割。那么这个故事啊，也这个就是舍身饲虎，割肉喂鹰啊。那么讲这个故事啊，其实就是割肉喂鹰了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本身作王，名施毗啊，这个国王施毗王啊，得王四王归命，救护陀罗尼啊。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了啊，那么就是要救护一切众生啊，那么心有救护一切众生的这样啊的这样宗旨啊，那么大精进有慈悲心，视一切众生如母爱子啊。那割肉喂鹰的故事啊，我们大家都稍微都基本上都知道啊，就是这个底下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下面五十九的注解也可以了啊，就是四体还音啊，它基本上也有不同的版本啊，不过大概是这样，就这个施毗王发心要救度一切众生啊，然后这个四体还音啊，这个天人啊，那么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发心，就变身做鸽子，变身做一只老鹰去追一只鸽子啊，那鸽子飞到这个国王的底下啊，那么这个老鹰就跟他要鸽子，他为了要救他，他说：“那你这个你救他，那你不救我，那我不吃他我会死啊！啊，那这怎么办？好办，我割我的肉给你，啊，我割我的肉给你吃，那你就不用吃他了嘛。那我也因为你抢他的食物啊，那我没有吃我也会死啊，那所以就给他。那么再怎么割，那你说你要割，那你要割跟他。”你割你的肉要跟那个鸽子的肉一样多啊，啊，要不然你割一点点，那鸽子的肉我吃不多，吃不饱啊，所以他就割来称，啊，怎么称？割到身体快没有了，那个肉都快没有了，他还不够啊。那其实讲这个故事啊，在讲布施啊，讲布施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个施毗王啊，割肉喂鹰的故事啊，我们最常见的是割肉喂鹰，舍身饲虎。好，那。他说：“这个时世无佛，那个时候世间没有佛，四体还音啊，那命尽欲堕，自念言：何处有佛？一切智人啊，佛也叫做一切智人啊，就是知一切法的啊。那么处处混乱，不能断疑，知尽非佛啊，就是他到处去问。”那么他的疑问没有办法解除，就知道他所问的这些人都不是佛，啊，就还回到天上愁忧而坐。那么他说：“巧变化师，辟所结摩天，啊，这是天人啊。那么这个问天主何以愁忧？啊，就是那问他啊，那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呢？”那么通常来讲，这个辟所结摩天哈，啊，那么其实也叫做自在天、巧妙天、工巧天，啊，那通常佛教是以这个工巧天是第四天，就是刀立天主的底下，啊，是他的底下啊。不过啊，这个在离俱吠陀里面，这一天是创造宇宙的啊。那后来这是印度人的。工巧神啊，啊，这个工巧名里面工巧第一的啊，那么这个神啊，他们拜奉的神啊，这个就是工巧天。
啊，这个公角天后来佛教里面是属于刀立天底下的啊，所以他就问他的天主啊，所以他说天主嘛，何以愁忧啊？那他是问，因为他是他底下的天人嘛啊。那这个天，我们说在离聚吠陀中的地位跟在佛教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以佛教的说法啊，天主何以愁忧？他说我求一切智人不可得。啊，那以是故愁忧，就是我想去找，我想去见佛，但是没有佛，这个世间没有佛啊。那个毗舍结摩啊，就跟他讲，有大菩萨啊，没有佛，但是有即将成佛的菩萨啊，这样跟他说啊。他说有大菩萨，布施、持戒、禅定、智慧具足啊，不久当作佛啊。那么这个天地士就回答说啊，这个很有名。菩萨发大心，于子安树花啊，就三件事啊，发大心的菩萨啊，于子就是于卵啊，还有安罗树的花，这三件事啊，一开始非常多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非常少啊。发大心的菩萨无量无边啊，但是最后成就的啊只有一两个，于卵几十万颗，有些于卵几百万颗的，但是能够长成小鱼，能够长成鱼的，长大的只有一两只啊。安罗树花，这安罗树到底是什么啊？这一直我以前也一直很困惑啊。我甚至去印度的时候还问那个印度人啊，我们那个导游里面他会说中文的，我说佛法里面的安罗树你们这边是指什么？其实他们也说的不一样啊，他们也说的不一样啊。后来有些人说，因为我们一般的安罗树，一般最早的说法是指芒果，那芒果也有道理，但是芒果其实结的果也蛮多的，这芒果花一株其实是蛮多的，但是结的果大概就是几颗，但是也是还多的。那有一些说不是芒果啊，那是鱼竿子啊。那么像这个玄奘他就说，因为这个安罗树是一种药啊，所以他说是鱼竿子啊。那么也有说是芒果的啊，那大概主要就是这两种啊，但是也有其他的说法啊。那基本上啊，很多都是说是芒果了啊啊，所以奈芒果又叫做奈啊，奈有时候叫做奈林，有时候叫做安罗树林啊，就不一样。那其实这些语词它变化来变化去，有时候好像是有，好像不是的啊。但是大概我们知道啊，就安罗树花，基本上就是开花非常多，开花有几万个或几千个，但结果只有一两颗啊，大概这样。三事，这三件事，因时多啊，成果时少。毗舍结摩天啊，就跟他讲，毗舍结摩其实就是自在天、工巧天了 啊。好，那这个就跟他说啊，持戒，他说斯毗王啊，是优斯那种斯毗王啊，持戒精进大慈大悲禅定智慧，不久。啊，不久成佛啊！现在没有佛，但是有即将成佛的菩萨啊。四体还因就跟啊，四体还因就跟这个毗舍结摩啊，就是自在天说，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去试试看他是不是真的是菩萨啊。就底下就讲这件事啊，他说好，那么是不是真的有菩萨？那你做鸽子，我做老鹰。啊，那你假装非常的害怕，那去到那个王的腋下，啊，腋下就是在他底下这边，手臂底下啊，就老鹰追逐啊，就是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菩萨，啊，那你真的发心，真的会有人试验你啊，真的，啊，真的，如果你真的发大心了，那真的你会觉得，哎，好像有境界就来试验你哦，那看你是不是真的发心。啊，这个我也很有经验啊！真的，你一开始发心，说我发心要做什么，那么开始就有试验，你真的是不是有这个心？那大部分有时候我们会退啊，真的会退啊，因为那会退表示你那个发心不是真的啊。那基本上，举个例讲，我只是举个例了啊。比如说以前我在福远啊，我也发过愿啊，就这样发心。那发心，比如说。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啊，只要
啊，就是我一切能舍啊，我也这样发现了。但是除了头目脑髓之外啊，一切能舍，就身外之物一切能舍，真的发现。那真的是人家来我就给你，需要我就给，我看到你喜欢我就给你。好，那么后来就真的有考验了啊。那一个就是他知道你能给，他就每天来跟你拿，拿到你厌烦，你觉得你怎么这么贪心？哎，是你发心啊，人家贪不贪心是一回事，你发不发心是一回事。真的，那你会觉得厌烦，那你是说你不，你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说我给你是我高兴给你，可是你不能每天来跟我可以拿啊。我觉得后来我们就会觉得，那我是不是助长你的贪心？就是我们的观念开始会转变，你是发心一切能给，你又没有但书说什么样什么状况不能给，没有。所以我们开始会从我发心一切能给，就是说你所在乎的就是我有没有发心，而不是在乎那个人有没有贪心。可是我们就转了啊，就是说哎，我是发心，但你也不能这么贪心啊。可是这个观念就变成什么呀？就不对了哦。就是我们很容易这样哦，就会变成这样啊。这个是我一个很深刻的，我以前真的也是发心，可是发心开始就有境界哦，真的就有很多境界来考验你啊。那么就这几个例，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受了菩萨戒也发心，真的我这个我可有经验了啊，好几个真的。那我真的是我真的那个时候也真的是行菩萨道的哦。我不晓得，反正我就知道要这么做。然后比如说我骑摩托车看见那个路上有那个狗被压伤啊，或者猫啊狗啊，我就发现以后只要在路上让我看见，我就一定要救护它。结果不发现还好，一发现哦，在去上班的路上常常看见，那我就不用上班了啊，我天天做这个事就好了啊，那怎么办？可是你发心的啊，真奇怪，你不发心的时候大概一个礼拜看见一次两次最多的啊，发心的那一天哦，一天看见四五次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就觉得诶，这事件还真有考验呢啊。就我就好几次啊，不止这个，像那个我一切能舍啊，以前在敷衍我就那我们没有跟别人讲啊，就是在佛前发愿啊，然后自己这样实行。可是没有多久境界就来了，真的。一开始做的时候很高兴，可是后来你看那个心就会变，那你就知道你不是真实发心。后来你再看看这个更厉害啊，这个更厉害，更试验你。后来我就知道这个菩萨道为什么会退转啊，这其实真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。我是实际上实验过来的，真的啊，但我基本上是不及格的，老实讲，每次考试都不及格的啊，好几次啊，现在也不及格，还没有及格啊。这个其实不容易，真的。当我发现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这么做，不知道要发心，真的像我这样发心的，其实我觉得也不多。但是发心很不容易，其实不容易做到，不容易做到啊。那但是你要能够坚持哈，所以我后来发现看这个故事，我就觉得我好厉害，真的。我们只是身外之物，我们都没办法了哦，身外之物都没办法。啊，就两个啊，就是有两个考验，一个就是他不断来跟你拿到你烦了，拿到你觉得你不在乎你有没有发心，而是在乎他有没有贪心。那就你心里面想的就是我不要助长他的贪心，可是你要助长你的发心啊，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他贪不贪心不是重点，是你有没有意愿而行，你发不发心啊。可是你的目标已经转变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他要来跟你拿你最喜欢的，你看还有人跟人家要这种东西啊，你跟你最久的东西，我要你那个东西啊，那你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就好了，我不用需要什么我就要你跟你最久的东西，你看还有这样的。那个东西实际是我们舍不得给他，但是我们心里会想，你自己发现一切能舍了，除了头目脑髓生命之外，一切能舍。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跟任何人讲，我就是这样自己发现，就这样做，自己这样做，做了一阵子，考验就来了。真的，我印象非常深刻啊。那
那这个我就发现到这个不退转还真不容易，没有多久了，大概不用多久就退转了，但退转还要再发，再发，再做，就跌倒了再站起来，那多久站起来要看你，啊，然后还会再跌倒，那这个是不断跌倒的过程，在不断站起来的过程，渐渐达到不退转的。你说我现在会退转吗？会，我告诉你会，啊，还有那么那么厉害。啊，我现在不退转，我就不坐在这里，我坐在上面了，啊啊，没有那么厉害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，所以后来我相信要很长远的过程，啊，我们才几年，都不到三十年，啊，真的，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非常深刻，那知道你的目标，那知道你意愿起修，所以第一个要发愿，第二个要意愿起修，意愿起修的过程非常长。而且那就是要非常努力，要不然没办法。可是我后来发现大部分的人连发愿都没有，真的更不要讲发愿意愿起修了啊。那你真的要去做，你不是说哦每天早晚课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不是念一念，没有没有，你念了就要去做，你不是念给佛听的，不是念给众生听的，你是自己知道你要这样做的，那个要一个过程啊，而且要很长远的过程啊，因为我有做过来，所以我知道我很深刻。那知道这个过程哦，其实那你再来看这个故事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你就心有那个，就是心有相应啊，就会觉得啊，这个实在是不容易，菩萨哈、啊、太厉害了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然后。像说他这里讲啊，他说好，那我做老鹰，你做鸽子。他跟那个宫巧天讲啊，他的属下讲，那我去追你，那你要躲到那个菩萨的这个身边啊，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菩萨到底是不是真发心啊。那辟手结魔眼啊，他说他的属下就跟他讲，这个是大菩萨，我们不要用这样的。我们不要这样去试验他了，不要用这样去触恼他了啊！大菩萨，我们这样去触恼他好吗？啊，这个释迦牟尼就说：“我也不是恶心的，但是如果他真的发心，那么他就真的可以做到真金应试，是不是金用火试的才会知道啊？对不对啊？你没有用火试，你哪里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真金？”以此是菩萨知其心定否啊，才知道他有定，定就是什么决定，他这个布施的心，能舍的心，因为他头目脑髓都能舍啊，性命都能舍啊，他这个心决不决定啊。你看那个这个富罗那不是要去弘法吗啊，那佛陀就跟他讲，你去弘法那个地方啊，那些人哦刚强难调难服，他可能会骂你哦，没关系，骂我不要打我就好。那会打你哦，没关系，不要把我打受伤就好。那会打受伤哦，没有关系，不要把我打重伤就好。那会打重伤哦，没有关系，不要把我打死就好。会把你打死哦，没关系，打死了就算了。啊，你看他就一步一步，哎呀，那好，那可以，你可以去弘法了。啊，那你看他就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啊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。知其心有没有决定，你这个你发这个愿要布施的愿，而且一切能施是一切能施哦，啊，我以前发愿还不是一切能施，我就说身外之物啦，除头目脑髓之外，啊，你要我的眼睛我可以给你，但你要我的眼睛那可不行，那就不行了啊。那人家是发一切能舍哦，啊，那但是我们单单发那种小小的愿都会退转啊。经不起考验了，啊，不过因为这样你知道啊，这个不容易，所以还要更精进啊，更发心啊，就慢慢做，慢慢做了，那么提升自己的那一种心力啊，以及愿力。好，那么他这里讲啊，说此知道，因为用这样来试验这个菩萨啊，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有心，是不是真发心啊，啊，还是假发心啊？所以这里啊。那么他说这个记说完了之后，辟舍结魔啊，就变身做一只赤眼赤足鸽啊，赤眼赤足啊，就是红眼红脚的鸽子啊。啊，那么
这个刀立天主就变身之后一只老鹰，那么老鹰在追这个鸽子，这个鸽子直接就飞到这个王的这个手，这个腋应该是错字啊，因为前面那个腋就是腋下的腋，就是身边啊，这个手的旁边这里啊，那么所以这个腋你看他写的不一样，但其实就跟前面第三行那个腋是一样的啊，那腋下啊就是到他这个手的旁边这边，举身站步，非常害怕，因为老鹰是抓鸽子的嘛。那么动眼畜生啊，就眼睛非常害怕，然后生他们叫啊，就恐怖相。这个时候，众多人相与而语言，是王大，就因为国王旁边都有很多人嘛。那看见一只鸽子飞到他身边。躲一只老鹰躲到他身边啊，就跟这个大家都在讲，这个国王哦，非常的啊，非常的慈悲仁爱，是王大慈人，一切以宝信啊，一切以宝信就是这个国王值得信赖了啊。那么，所以动物看到他安心，觉得他会保护他，就值得宝信嘛，就是值得信赖。所以这样的鸽子小鸟。赶快飞入他寻求保护，啊，他不飞入其他人那边，就飞到这个国王那里，啊，那么是因为这个国王的特质，啊，那是慈悲仁爱的，不会伤害他，啊，所以菩萨相如是，作佛必不久，啊，很多人就称叹，啊，这个国王啊，应该是成佛不久了，啊，就是会成就了，啊，那这个时候鹰在树上。就跟这个尸皮王讲，啊，那么把我的鸽子还给我，啊，这个是我的食物，啊，这个国王就跟这个老鹰讲，啊，那么这个鸽子飞到我这边来，啊，它并不是属于你的，啊，那他说这只鸽子是属于我的啊，不是啊，那么这只鸽子先飞到我这里来的，啊，并不是啊属于你的，我出发一时受此。啊，那么他飞到我这里来啊，那么是因为啊，我发心的时候啊，就要保护一切，要施予一切保护一切，那么一切众生我都要利益他啊。那个你看，那个老鹰就会讲，那你要利益一切众生，那我不是一切众生吗？我也是一切众生啊。那你抢了我的食物，那你就伤害我，你没有利益我啊。你应该给我食物，你怎么抢我的食物啊？你看，我也是一切众生之中的一个啊。那你不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吗？那你怎么可能把我排除在外啊？那你就没有利益我了吧？我何以独不见悯而夺我今日死？你看那讲的也有道理啊，你要利益一切，可是它就是我的食物啊，那你怎么不利益我呢？你要给我这个食物啊，你夺我今天的食物，如果不是你保护它，我今天就有的吃啊，啊，那所以你怎么，你不是说你发愿要利益一切，那你也要利益我，我也是一切众生之中的一个啊！啊，这国王就说好，啊，当然，那你需要什么食物？我做誓愿，我有发过这个愿，啊，如果有众生只要来我这里归我啊，就归于我，就来我这里，那么我一定救护他。那这鸽子一定来我这里，我要救护他的命。那么你也来到我这里，我也要救护你，因为你有饥饿。你也要吃东西，你才能够活命，啊！所以，我除了救这只鸽子，我也要救你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需要吃什么？我亦当相给啊，就是我也会给你。好，那么老鹰就说：“好，那么我就需要肉，新杀的熟肉啊，热肉啊，那么我就是需要啊，新这是活的啊，这些新的这些肉，我就是要吃肉啊。”老鹰就是要吃肉啊，啊，那么鸽子的肉啊，那国王就说好，那么我要去哪里找肉给你？如此难得啊，像你这样讲，那我就很难。自非杀生无有得，如果我不去杀另外一个动物来给你吃，那么我哪里去找新的肉啊？新的而且是热的，就是刚杀的那个肉啊，刚割下来的肉没有啊？我当云何杀一鱼？啊，那我不可能啊，再杀
一只动物，然后来给你杀另外一只来给你，啊，那这样，啊，那这样，这样也不行啊，啊，所以思维心定啊，就是他心里面这样想啊，那我要怎么样给他呢？好，那是我此生肉，恒死无老病死。好，那不能拿别人的啊，因为你要杀新的肉，就要拿别人的命嘛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拿自己的肉好了。那这个以前的奴，以前的这个奴家里面哈，啊，君子愿庖厨啊，就是你见其生不能见其死，闻其声不能食其肉，是故君子愿庖厨，看不见就好了，啊，然后甚至啊要祭祀的时候，看见那只牛会害怕，啊，那告诉这个国王啊，国王说那。用羊代替好了，那个牛会害怕，那羊还不是一样，以羊易之嘛，那用羊代替，羊也是要死啊，会害怕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没办法啊，不然祭祀又不能不举行，那所以你看，那这个就表示他的仁慈啊，啊，但是佛教的仁慈不是这样啊，不是拿一个来代替另外一个啊。你看他说，我这个生的肉恒熟老病死，不久当臭烂，死了也是腐烂掉啊，那么现在有人需要，我就给他。啊，如是思维以忽人持刀，自割骨肉以应啊，割大腿肉啊，或是割这个手背的肉啊，这个骨也就是大腿啊，割这个大腿的肉给这个老鹰啊。那么这个老鹰就跟国王说啊，那么国王，你虽然割了你的新的热的肉啊，就是生的肉了，给我。当用道理，可是我们要讲道理，讲什么道理呢？那个肉要一样啊，你割一点点，那个肉那个鸽子的肉那么多啊，你再割一点点给我啊，那要以肉易肉啊，就是鸽子的肉有多重，你的肉就必须要给我多重啊，那么这样才相等嘛，不然我失去了一个鸽子的肉那么多啊，只得到你一点点的肉啊，那这样不公平啊，所以啊，那么。你当用道理啊，大家要讲道理啊，那么你要把你的肉啊跟鸽子的肉相等，你要给我那只鸽子相等的肉，这样才合乎道理。你不要欺负我，无间欺啊，这个天人啊，跟他讲道理啊。国王想一想说有道理，好，把秤拿过来啊，那只鸽子有多重，他就割多少重的肉给他啊，就以肉对割。割身转重，亡肉转轻啊，就是他怎么割怎么割好啊，那个就是试验啊。他怎么割，割一块应该可以等啊，没有，肉已经很多了，那个鸽子还比较重啊，所以割身转重，亡肉转轻，就怎么割怎么割哈，那个肉哈都不够重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亡令人割二骨，他自己没办法割了嘛。哎，割到最后全身都是血，他自己没办法割了啊，要叫请人帮他割啊。那么再怎么割都不够啊，后来就割啊。那这里讲啊，两涮啊，那么就是后腿的，本来是割大腿肉，后来变成割小腿肉，后来又割屁股的肉啊。那么两髋啊，那么髋骨这边啊，就是髋就是这个。屁股这边的肉啊，那本来是割大腿的肉啊，大腿的肉比较多嘛，然后割屁股的肉，四十啊，但是后来就跟啊割这个身体的啊脖子的啊，这肉慢慢割慢慢割嘛，割到快没有肉了啊，当然这个应该是譬喻了啊，那、啊、他流血就流血死啊啊啊，割身尤重，亡肉故轻啊，这个时候进城内戚。啊，近臣就是他的大臣啊，内戚就是啊，他内宫中的亲戚啊，就是他的血亲的部分啊。那么男女亲属这部分是内戚，近臣是他的属下大臣啊。那么安思藏慢，却诸看人啊，就是后来就把他隔起来，因为国王已经割到全身血不能看了啊，所以王今如此无可观也啊。就是把它隔绝起来，不让国王整身是血肉模糊的这个地方给人家看到啊。那这个斯匹王就讲啊，勿遮诸人，
听令入看啊，说你不要怕人家看到，就是给别人看啊，而说忌言啊，就说你不用怕别人看到啊，有些人生病了也怕别人看到，我生病了你不要人看我啊，那其实也没有关系，你就发这个心，他这个就是病相，我示现病相给别人看，让大家知道啊，那么这个生命本身就是这样的，观无常啊，观苦啊，那这样也很好啊啊，你不用担心我这个不好看啊，那个是对我执啊，你不用啊，这个就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这个生命的实相啊，就是无常相，就是无我相，就是苦相啊，你这样想就好了。那这里的尸皮王啊，就说你不用啊，你不用挡起来，不用遮起来啊，让想看的人来看没关系啊，天人阿修罗一切来观我，你看他就是发心啊，那么大心无上智，以求成佛道。所以重点那个发心很重要，就是你那个怎么心来看待这件事情啊，那就很重要。那么我并不会说啊，我这样很难看啊，这样怎样怎样啊，没有，他就是啊，那么发那个心啊，一切来看到我的人都可以像我一样发这个心啊，有无上的志愿，那么以这样来成佛道。若有求佛道，当忍此大苦，要让大家知道啊，如果你真正要求佛啊，要成佛，那么必须要有这个坚定的心智，要忍耐这种大苦啊，一切能舍啊，就所以叫做难舍能舍嘛，啊，难行能行嘛。好，那么不能坚固心，则当习其意啊。假设你没有办法啊，那么你这个意愿啊，那么就会没有了啊。你这个发这个心，你不能坚持啦啊，要所以要发恒常心嘛。发勇猛心容易，但要发恒常心就不容易哦，啊，那么所以啊，你那个意愿就会没有了啊，就你就不能成佛了。那成佛的心就会怎么样？就会退了，会退会转啊。所以假设你的心，你要这个不能难舍难舍能难行难行的心啊，那么你的这个成佛的这种意愿就会退转啊。不能坚固心，则当习其意。四时菩萨以血涂手啊，整只都是血的手，攀秤欲上，因为有一个秤在那边秤嘛，这个秤是就是要秤那个肉，秤那个肉的啊。定心以身，静以对歌。好，既然我歌再多都没有办法啊，跟这个鸽子等重。好，我整个人都舍给你了，他自己要爬上那个秤上来看，就是。整身的肉都进去了，整个人都去了，啊，蹭上去才看能不能跟鸽子等重，撕给这个什么，啊，撕给这个老鹰了，啊，这个如果拍成影片就会很感人啊。那然后他老鹰就说啊，那么这个你看老鹰就开始讲了，他说国王啊，我看你这么辛苦，我也不忍心啊，那么不用这样好了啊，不用这么辛苦，你就把鸽子给我，这个事就完了。你那么辛苦，你整个命给我都，你看你这怎么秤都不如那个鸽子的重，啊！你如果到我们可能不用到现在，我们可能割了一块肉觉得痛，就好，还是鸽子给你好了，啊！我舍这个鸽子，我后面就放生很多鸽子就好了。我们可能会这么说，真的，啊！所以很多人就是生了病哈、啊，为要杀生，那我以后病好了我再放生就好。你看这个观念完全不一样。他是说啊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你把鸽子给我就好了，啊。那么国王就说，鸽子已经来了，就归于我。那么我有这个愿，啊，我一定要坚持，我终不与你。就算我死了，我整身都给你，对这个世间也没有利益。但是我现在为了一只鸽子，看起来是为了一只鸽子，其实不是，是为了成佛，在坚持他的本愿。其实是这样的，看起来像是一只鸽子，但是这只鸽子决定了它的这个愿，恒常心的愿啊，就是坚固不退转的愿。你在这一件事不退转，你就代表你不退转；你在这一件事会退转，那么其他事也会退转啊。就是你那个心不是真实发心了 啊，那所以一样啊。那这里讲啊，他说。这个，所以他说，我上生无量，我过去生已经死过非常多次了，啊，丧失生命
不知道有多少次，但是对于其他的众生都没有利益啊，就是生死生死也没有利益过很多众生啊，于其他的众生也没有利益，于物亦无益嘛啊。那么现在我的生命的丧失对众生有利益啊，那所以他说我用这样，我用这样的生死生无常生，那么来换取来修佛道啊，求义就是换换取啊，我要成佛啊，那么以所攀称啊，就自己要爬上去那个称啊，那菩萨肉尽筋断啊，有肉割到没有肉了啊，甚至连那个筋都割断了，不能自制，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，就是那个神经那个他站不上去，站不上去了。欲上而堕，自责心也啊，然后自己要爬上那个秤啊，然后爬不上去，还自己责备自己，心里面说奴当自坚，勿得迷闷，你不要昏倒，昏倒就没有办法爬上去了嘛，这个就前功尽弃了嘛啊，你要坚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昏迷了。一切众生堕忧苦大海，一切众生都在忧苦大海里面，奴一人立誓欲度一切啊，你一个人发了誓愿要度一切众生，何以怠闷啊，那为什么啊，单单这一点小事啊就没有办法完成呢啊，怠闷啊其实就是怠惰迷闷了 啊就是你不精进啊，不坚持啊，不努力啊，然后此苦甚少，这样的苦其实不算多啊，地狱的苦比这个来讲更多啊，与此相比，于十六分犹不及。十六分是印度常用的一种比喻法啊，十六分不及或是八分不及啊。那么今有智慧精进持戒禅定啊，我现在有智慧精进持戒禅定，我还有这样的苦，何况地狱人中没有智慧的那个苦更多，那个苦更多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一心啊，他那个菩提心啊，那非常的坚固，就要上什么，上那个秤啊，因为他怎么秤都不够那一只鸽子的重啊，那你要跟鸽子等重啊，肉给这个老鹰啊啊，所以复更攀秤啊，说那个秤就是我们那个秤东西的秤，与人扶我啊，告诉人，因为他自己爬不上去啊，你们扶我上去。这个时候菩萨心定无悔啊，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不可能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割一块肉我们就后悔了啊，那不用割就后悔了啊，那基本上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这个境界能做的，但是如果你能够舍，一直舍，先从身外之物，其实舍要这样，舍要从先你有多余的东西你先舍，然后慢慢就是你用不到你赶快给别人，你不要快坏掉了、太烂掉了才要给别人，啊，然后因为你丢掉了又怕损福报，啊，那么这个，但是你要给别人又觉得自己还用得到啊，通常都这样了，啊。这个时候要先训练能舍，就是说，基本上第一个你用不到，第二个你用不了这么多，赶快先给人。那我们都会觉得，啊，这个这么好，不好的给别人，好的先留着，为什么？以后用得到，但其实以后用不到，啊，所以那么这么多啊，我慢慢吃啊，不是你自己有一点就好，其他的给别人，就先训练这个，你多的比较用不到的，先舍，然后慢慢，就是即使你用得到，但别人比你还需要，你能舍，啊，然后慢慢才做到一切能舍。然后先身外之物能舍，然后在这个性命能舍，这个是慢慢的，没有办法一下子，像这样的话基本上是已经修很久了，但是我们要有次第了，就是从这些要开始能舍啊。那你如果不能舍的话，你善业造的不多，善缘结的不多啊，那你那个烦恼心也比较重啊。好，那么他这里说到啊，我们把这里稍微讲完啊。那么他说啊，这个心定无为，这个时候天龙王阿修罗啊，就天龙八部了，鬼神人民皆大赞也，都非常的称赞，只是为了一只小鸟就能够做到这样能舍生命，这个事是非常稀有的啊。
那么其实他不是为一只小鸟，他是为了成佛，他是为了成佛，在这只小鸟上表现出他为成佛的啊，就是要修六度嘛，为成佛的这样的意愿啊。那么四时大地，即时大地六种震动，六种震动是形容啊，那么他的心啊感动了这个世界了啊。那六种震动也有几种说法啊，那主要有三种说法啊。那么比较常见的就是动啊，那么起、有、震、吼、急啊，就不同的状况。大海波扬，枯树生花啊，就有一些现象啊。天降香雨，集散名花，天人散花啊，就有瑞象了、啊，基本上就有瑞象。天人歌赞，必得成佛啊。四时念我，四方神仙皆来赞言啊。念我就是指割肉喂鹰这个菩萨行这一件事啊。大家看到啊，我割肉喂鹰啊，这个四方神仙皆来赞言，四真菩萨必早成佛啊啊。那么这个老鹰就是这个天四体还鹰，他心里面也想跟这个鸽子说啊，终是如此啊，我们试验他，因为鸽子是那个宫巧天变的嘛，老鹰是四体还鹰变的嘛。他说我们对这个菩萨的试验啊，这样他不惜生命，这个是真的菩萨啊，所以啊，那就说这个偈，慈悲地中生，一切自素养啊。我朝当供养，不应施忧恼啊，就觉得这个是真菩萨，我们应该供养他，不应当再给他忧恼了。这个宫巧天啊，就跟这个四体还鹰说啊，天主，你有神力，可令此王生得贫富啊。那么四体还鹰就说，不需要我，此王自作誓愿，大心欢喜，不惜生命，感发一切，令求佛道，是为了求佛道啊。那么第四与人王啊，就是跟这个国王说啊，那么你割肉辛苦，心不恼莫也。我们在跟那个割力王啊，那个忍辱仙人做比对啊，那你会发现到啊，那个心一样，他后来就平复啊，他说我心欢喜，不恼不莫，谁当信奴，心不莫者啊。那么这个就是陈帝，陈帝有一个功用啊，就是他如果真心真实是这样，那么他说出来的话就会马上应验啊，这个是陈帝仪的作用啊。那么所以那么他就跟他讲啊，他说菩萨做十誓愿，怎么样来证明我的心是真的要舍啊。他说好，我割肉血流，不嗔不恼，一心不闷，以求佛道者，我身当即贫富如故啊。如果我讲的是真的，好，那么我割掉的肉会再长回来啊。即出于时，身复如本，人天见之，皆大悲喜啊。那么叹未曾有，此大菩萨必当作佛，我朝应当尽心供养，愿令早成佛道，当令我等。四时四体还鹰，辟手结膜，各还天上啊。那讲这个檀婆罗蜜啊，那这个陈帝就是你有真的有那个心，你发那个语，那么他就会，我们叫做一语成谶，就是他就会应验啊。像那个央觉摩罗，央觉摩罗后来因为杀了999个人嘛，后来出家成道的时候，他经过一条路上，看见有一个难产的妇人啊，那么回来就跟佛讲，佛说你去那个难产的妇人那边跟他说啊，我央觉摩罗从啊依佛出家以来啊，从证这个证道以来，没有发过嗔恨心，如果这个是真的，你们母子平安。陈帝啊，他真的从佛出家以来，修行以来，没有发过嗔恨心啊。那么他讲的是如实语啊，那么他这样讲了之后，那个佛陀教他的啊，你发陈帝语就可以，那么你就可以让那个母子平安啊。这个后来央觉摩罗就回去那个难产的妇人那边跟他这样讲啊，那个母子真的就是平安啊，就难产就顺利了啊。这个就是陈帝仪的功用，就是说他真的有那个心，而且他没有虚妄，心无虚妄，语无虚妄，所以他讲出来的话马上都能应验。那么像金刚经里面割肉仙人，那忍辱仙人
啊，也是这样。那么我怎么知道你心没有嗔恨？割离王说，我怎么知道你心没有嗔恨？好，那么假设我没有嗔恨，你把我割掉的东西都能找回来。那么这里也是用这个啊，就是说，不过这个要修到你真的是有那个心，那么你讲出来的话就有力量，而且你也不会随便讲啊。那这个是陈定宇的功用。后来陈定宇像陈定宇的功用，后来就慢慢变成所谓的咒语啊，念了一个咒啊就会怎样怎样怎样，不是啊。陈定宇是你有那个德，你有那个心，而且你是真实语，你那个真实语讲出来，你就有产生一种力量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那么就讲到这个檀波罗蜜满啊，讲到割肉喂鹰的故事。好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